看十有八九是把你孤立喽。才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他们最近确实好古怪。而且我们先走吧，快来不及了。怎么都不等等我呀？李强，我快搞定了，等一下我们去饭堂吃什么呀？王文虎，我俩要去办点事儿，你自己去饭堂吧。怎么又丢下我一个人了？难道我真的是传说中多余的那个吗？小妹，停电了吗？没停电，你看他们。嗯。我们是看你春节涨了好多粉丝，有50万嘛，就想着给你庆祝一下。没想到林呱呱你实力还不错嘛，我只好配合一下，恭喜喽！我记得某人说过，呱呱500万粉的时候就倒立吃翔，现在马上就要到喽。看在我今天这么配合的份上，就免了嘛。原来你们是给我准备涨粉惊喜啊，我还真以为自己是多余那个了。谁说你是多余的那个？除了唯恐天下不乱的花小美，谁还会干这缺德事儿？好你个花小美，看我把你变成大花猫！哎呀，你瞧你瞧，收下我！